大家好，今日是很不老禮，因為的日子是實死，所以市就跌咯。昨天是實生，所以市就升啦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實死，是不是死實實呢？又不是喔。為什麼呢？我們細心看看，我經常都強調大家去看看，地產和銀行在哪裡。我找到地產是沒有跌，都不是跌很多喔。銀行又跌，又不是跌很多喔。有時候銀行是排到這裡的嘛，地產排到這裡，那些真的實死了，那些就。